네, 안녕하세요. 토픽 16과 어휘와 문법 1번부터 30번부터 먼저 할게요. 1번에서 5번. 다음 괄호 안에 알맞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合适的,看一下吧. 1번. 준비하고 있는 사람만이 正在准备的人 자신에게 찾아온 무엇을 잡을 수 있다. 잡다是什么? 抓住的意思吧. 能抓住, 轮到自己的, 자신에게 돌아온, 찾아온, 什么呢? 看一下. 第一, 목표, 目标. 第二, 차례, 次序. 第三, 기회, 机遇来的. 答案是第三吧. 能抓到机会, 机遇. 第四, 인기是人气的意思. 答案是第三, 기회. 기회를 잡을 수 있다. 第二, 그 발표자는 이야기를 시작할 때마다 那个发言的人呢,를 때마다,是每当什么什么时候 이야기를 시작할 때마다 每当开始说话的时候 기침을 하는 무엇이 있다. 咳嗽的有什么呢?有咳嗽的什么呢?看一下. 기침을 하는 咳嗽的习惯. 答案是第一吧. 기침을 하는 버릇이 있었다. 모습是什么呢? 무양, 무양的意思. 第三, 잘못, 错误. 第四, 자랑, 炫耀的意思. 答案是第一, 버릇이 있었다. 다음 3번. 잠에서 깨어, 睡醒. 바닷가로 나갔는데, 去海边了. 뭐뭐, 해돋이가 시작되고 있었다. 해돋이是日出. 刚开始入出的意思,日出,看一下第一, 괜히,无奈的, 第二, 무척是什么呢? 非常的意思, 第三, 아직,还的意思吧, 第四, 마침是刚好的意思, 刚好开始日出,答案是第四. 다음 4번. 김대리는, 찐대리는 업무에 뭐뭐뭐뭐 然后说 보고서를 하나 쓰는데도 写一个报告书 시간이 한참 걸린다. 要花很长时间的.为什么要花很长时间的呢?看一下吧. 第一, 알맞아서, 做业务很合适的,不是吧? 第二, 지나쳐서, 지나치다是过分的意思,过分. 第三, 서툴러서, 不熟练, 答案是第三吧. 对这个业务呢,不熟练, 所以写一个报告书很长时间的意思. 第四是什么呢? 훌륭해서, 훌륭하다, 伟大, 了不起, 答案是第三. 第五, 看一下. 시민에 의해 뽑힌 시장은, 被市民, 选当的这个市长呢, 시민을 뭐뭐 일하고 있다는 사실을, 把这样的事实, 잊지 말아야 한다, 不要忘记. 看一下, 第一, 담당해서, 담당하다是担当的意思. 第二是什么呢? 선택해서, 选择. 第三, 방문해서, 访问. 第四, 대신해서, 대신하다是代替的意思. 代替市民, 工作的事实,不要忘记的意思,答案是第四吧. 第六, 6번에서 9번. 다음 밑줄 친 부분과 의미가 비슷한 것을 고르십시오. 跟这个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看一下. 6번, 이번 대회에서, 在这个大会上, 이기기 위해 要取得胜利, 모두 최선을 다하기로 마음 먹었다. 뭐뭐 기로 마음 먹다. 기로 마음 먹다. 是下决心的意思. 下决心, 全力以赴. 최선을 다하다. 全力以赴. 看一下这个, 跟下决心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第一, 계획했다. 打算. 打算不是吧? 第二, 결심했다. 决心, 对. 第二是答案. 다하기로 결심했다. 第三, 양보했다. 让步. 第四, 정해졌다. 已经定了的意思. 마음 먹다, 결심하다, 是下决心一样的意思. 다음 7번.
예전보다 진한색 자동차를 선택하는 사람들이 줄고 있다. 예전보다. 相比过去, 예전是过去的意思. 相比过去呢, 有什么样的人呢? 줄고 있다. 这样的人在减少. 선택하다. 选择深色汽车的人在减少的意思看一下深色 짙은 짙다是浓的意思是这个吧深浓第二是什么呢古운색古운哦古大是什么好看的意思哦옷이古大古운옷好看的好看的衣服 第三, 굵은, 굵다, 粗, 粗, 굵은 철사, 굵은 철사. 第四, 깊은是什么呢? 很深, 深的意思, 깊은 산골, 深山的意思吧, 答案是第一, 짙다, 진하다, 浓, 深的意思, 8번 설이나 추석 명절의 의미는 설, 춘节, 추석是什么呢? 중秋节, 这样的节日的意味呢? 현재까지, 到现在, 변함없이 이어지고 있다. 이어지다是什么呢? 持续着, 변함없다是没有变化, 依然的意思, 持续着, 看一下, 第一是什么呢? 반드시, 一定, 第二, 살며시, 轻轻的. 第三, 그대로, 原样. 答案是第三吧. 변함없다, 没有变化, 原样. 答案是第三. 第四是什么呢? 언젠가, 总有一天. 그대로, 변함없이是一样的. 第九, 인구 감소로 인해, 요위, 人口的减少, 감소, 减少. 여러 가지 사회 문제가 발생할 것이라는 예측이 这样的预测 계속해서 나오고 있다. 继续有这样的预测这个预测是什么呢? 여러 가지 사회 문제 有很多问题会发生这样的预测继续来着看一下这个跟예측一样的意思吧 결론是什么呢? 结论 第二, 비판, 批评 第三, 理论, 전망是什么? 展望的意思, 这个也称呢, 还没遇到过的, 答案是第四吧, 展望是答案的, 다음 10번에서 11번, 다음 괄호 안에 공통적으로 들어갈 동사를 고르세요, 能共同放的动词, 10번, 옷은, 衣服呢? 여기에 뭐뭐 두세요. 在这里, 놓다, 放一下吧. 놓다也可以. 놓아두세요, 放一下. 第二, 걸어두세요. 挂在这里吧,也可以吧. 여기에 끊어주세요. 끊다是不行的. 第四, 해두세요. 여기에 놓아두세요, 걸어두세요. 继续看一下, 전화를 뭐뭐 위해. 밖으로 나왔다. 전화是电话吧? 把电话要놓다吗? 不是吧? 걸다? 걸기 위해? 是不是? 要打电话了,所以出来了. 걸다. 전화를 하기 위해也可以吧? 전화를 하다. 전화를 걸다, 전화를 하다, 都是打电话的意思. 第三, 看一下吧. 저 사람한테는 对那个人呢? 말을 뭐뭐 쉽지 않다. 말을 놓다. 说非敬语的. 也可以吧. 놓다. 걸다. 말을 걸기가 쉽지 않다. 따화. 말을 걸다. 不容易. 걸다. 可以. 第三, 말을 끊기가 쉽지 않다. 말을 끊다是什么呢? 不让人家说话的意思. 끊다也可以.
말을 하기가 쉽지 않다. 不容易说话. 하다也可以了. 共同放的动词呢? 걸다吧. 答案是第二. 걸다. 再看一下. 옷을 걸다. 挂衣服. 然后这个 전화를 걸다 是打电话的意思 다음 말을 걸다 搭话可以吗? 继续看一下 놓다 놓다是放的意思吧 第三 끊다是什么呢? 断的意思 或者这个 전화를 끊다是挂电话 第四 하다是做的意思了 다음 11번 여러 번 틀린 문제는 几次错的问题呢? 반복해서 反复然后说什么什么 보고 확인하세요 这样做以后确认一下吧要放什么呢? 反复要问吗? 也可以 물어보고 확인하세요 반복해서 받아보고 받다是什么? 收的意思吧 不可以吧 然后第三, 반복해서 풀어보고 풀다是做题, 做的意思也可以了 반복해서 싸보고 싸다是什么? 包装, 不行 继续看一下第二个文章 스트레스를 모모 然后说 지난주에 직장 동료들과 등산을 다녀왔다 스트레스是什么呢? 压力吧 要解除压力，解除压力可以说 스트레스를 풀다. 上周跟同事一起去登山了。继续，소포를 모모 포장이 잘못돼서 包装的不好，所以呢 내용물이 깨져 있었다. 내용물是什么？ 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呢破了的意思那么这个破了什么什么呢要说撒的不是吧啊破的解开解开的时候包裹解开的时候发现这个包装不好包装的不好所以呢这个里面的东西破着了的意思那答案是第 3번 풀다 再看一下 반복해서 풀어보고 做题的时候这个做题呢 문제를 풀다 然后这个 스트레스를 풀다 是什么呢? 解除压力解除的意思还有这个 소포를 풀다 풀다 是解开还有这样的意思了再看一下第一 묻다 刚才说过了问一问问的意思吧第二 받다 什么呢? 第三,싸다是包装的意思 다음 12번에서 13번 다음 밑줄 친 부분과 의미가 반대인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反义词 12번 너무 오래전에 떠났기 때문에 오래전에 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所以离开哪里呢好像是这个故乡离开故乡了所以故乡에 대한 기억이 关于故乡的记忆呢 뚜렷하지 않다 뚜렷하다是清楚的意思不太清楚那么这个뚜렷하다的反义词是什么呢看一下第一 흐릿하다 흐릿하다 是模糊的意思那这个뚜렷하다的反义词吧第一第二궁금하다是什么呢想知道第三비슷하다类似的差不多的意思第四가득하다是满的意思答案是第一뚜렷하다흐릿하다是反义词 다음 13번 그 환자는 네가 환자 음식을 넘기기가 너무 힘들었는지 힘들다是很辛苦很难的意思吧 음식을 넘기다是 咽不下去 음식을 넘기기가 힘들다 整个文章是咽不下去食物了
모두뱉어버렸다뱉다是什么呢吐我都吐了吐出来了跟这个反义词是什么呢看一下第一감춰버렸다감추다是什么呢这里写一下原形감추다藏的意思比如说把衣服옷을옷장에감추었어요把衣服藏在衣柜里감추다是藏第二덜어버렸다덜다是减少的意思吧第三물어버렸다물어버렸다물다是什么咬的意思개가사람을물었어요물다咬第四삼키다是咽下去咽的意思那뱉다的反义词是삼키다吧뱉다뱉다삼키다다음14번에서18번다음괄호안에알맞은것을고르십시오括号里面选一下合适的가说도대체열쇠를어디에둔거예요到底도대체把钥匙放在哪了나说한참을什么什么这个括号里面的动词是생각하다想기억이잘안나요想不起来看一下要放什么呢第一생각해봐야아오여봐야想了才可以什么什么的意思吧第二생각해보면想的话想的话第三생각해봐도아오여봐도是什么想了不过想不起来第三是答案第四是什么意思呢생각해보니까想了想发现什么事情的意思答案是第三생각해봐도한참을생각해봐도기억이잘안나요想了半天 也想不起来的意思다음15번그거웬카메라예요웬后面这个名词是什么呢哪来的那个是哪来的照相机呢나说친구가我的朋友제카메라를把我的照相机며칠만뭐뭐해서가져왔어요把我的照相机要借几天了所以带来了的意思吧看一下这个是间接语我现在说他当时说的话是吧那么他说什么呢친구야카메라좀빌려줘是不是빌리다后面呢我要借你的照相机빌리겠다빌리겠다这个是关于未来的那再看一下要放什么呢다고还是야고还是느냐고呢这个是我要借你的照相机的意思吧陈述来的那么빌리겠다고要放다고的答案是什么呢빌리겠다고第二是答案吧느냐고或者야고是什么时候放的呢疑问句这个不是疑问句吧所以不行的다음16번왜그렇게땀을흘려요왜그렇게为什么那么땀을흘리다是出汗的意思为什么那么出汗呢那说 elevator 是什么呢电梯故障了所以계단으로로으로表示手段吧用楼梯这里的动词是올라오다上来了用楼梯上来了第一看一下올라왔거든요거든요表示原因吧因为用楼梯上来了是不是答案第一是答案的是吧第二是什么呢올라왔든지요没有这样的说法
第三是什么？올라올까해서요。릴까을까하다，打算什么什么的意思，因为打算上来，很奇怪的。第四，올라오려고했어요。려고하다是什么呢？打算哦，还没做过，可是我要这样的意思。我本来打算上来。第四也不是哦，第一是答案吧。올라왔거든요，거든요是因为，因为上来了，用楼梯上来了。第一是答案。다음17번죄송합니다对不起제가큰실수를했습니다실수를하다犯错误犯大错误了犯大错了他说什么呢사람이그럴수도있죠 也可以那样做啊这里要放什么살게되면살고보면살고나면살다보면看一下살다是生活的意思吧살다火生活的意思然后说다음부터잘하면돼요从下一个下以后开始做一下就行了的意思那么这个括号里面要放什么呢第一살게되면如果火的话第二살고보면现在也是在活着的吧活着活着发现了的意思第三살고나면뭐뭐고나면是活了以后死了以后的意思第四是什么살다보면活下去第四是答案吧四다음18번꼭읽고싶은책이있는데책이있어요有书这个书呢很想读的很想念的书더이상판매하지않는데요不再卖了不再卖了어쩌지요怎么办헌책방에는있을지모르니까읽을지읽지모르다是什么说不定或者有可能的意思有可能旧书店呢会有所以呢거기뭐뭐가서찾아보세요看一下거기라도가서찾아보세요答案是第一라도이라도是什么时候用的呢本来想去书店是吧卖新书的书店책방不过这个新书店呢没有了那么第二个选择是什么헌책방是不是旧书店那么这个凑合着可以满足嘛那么可以放라도이라도了헌책방이라도거기라도가서찾아보세요这样那만큼是什么呢表示程度的比如说나도너만큼크다我也像你个子高的那样我也高的意思만큼程度맞아呢连什么什么也的意思吧너맞아나를배신하다니这样连什么什么也我们学过了是吧第四치고座位什么什么比如说중학생치고키가크다也是学过的内容중학생中学生的话有一定程度要个子要高吧那么这个중학생치고作为学生키가크다是什么呢一定的范围以内或者以下的意思座位也不是答案是第一라도이라도다음19번에서23번다음중밑줄친부분이맞는것을고르십시오合适的看一下对的맞는것을고르세요对的19번
오후 5시에 가니까 下午5点去了所以发现什么 은행문이 닫았다 银行门呢 关着是吧那么这个银行门呢自己关的吗不是吧有人关了所以被关的那被动怎么说 다치다变成다치었다다쳤다要说这样다쳤다다음第二 어디선가 不知道在哪里 내 이름을 부르는 소리가 들렸다 能听见叫我的名字看一下 들리다是什么呢 听见能听见 듣다的背 打的被动来的那么这个들리다是对的吧答案是第二다음第三 책상마다 급히 처리해야 할 서류들이 놓았다 마다是什么呢 每个什么什么每个桌子上 서류들이是主语吧这个文件急需处理的文件 놓았다是放的意思这个서류文件是自己放的吗不是吧被人家放的那么这个被动是什么呢놓이다那要改为놓였다是吧놓였다然后这个第四是什么수년간의 노력으로 通过好多年的努力 농촌경제가 많이 바꿨다 농촌경제는有很多变化 바꾸다是主动换的改换的这个农村경제 농촌경제는被改换的是不是 那么这个呢바꾸다 要改为바뀌다바뀌다要再改一下바뀌었다已经改变了嘛那么바뀌었다可以这么说的答案是第二어디선가내 이름을 부르는 소리가 들렸다들렸다是能听见被动来的다음 20번 날이 어두워질수록 아무 연락도 없다. 先看一下这个 날이 어둡다. 天黑了.然后说 아무 연락도 없다. 没有联系.那么这个是什么关系呢? 天黑了.不过没有人联系的意思吧.转换.怎么说? 날이 어두워졌는데 는데는데是转换不过没有人联系第一第二是什么 기가 길이 막히느라고 약속 시간에 늦었다 길이 막히다是堵车吧堵车所以迟到了是不是因果关系那么这个要改为什么呢 길이 막혀서 느라고 是不是表示原因的是吧但是这个느라고呢因为自己做的行动发生不好的结果的时候用的 길이 막히다 不是自己做的吧所以不行的다음第三 요즘 매일 바쁘다 운동할 시간이 없다 最近每天忙没有时间运动 这个也是原因结果关系的那么这个也要改成 바쁘어서 요즘 바빠서 운동할 시간이 없었다 可以这么说的第四是什么呢 이렇게 해서는 这样做呢 일이 오늘도 안 끝낼 것 같다 好像不能完成今天以内不能完成事情的意思第四是答案吧 이렇게 해서는 这样下去的意思 다음 21번 第一
선생님께서, 라오시, 선생님께서 저한테 큰 상을 드리셨어요. 看一下. 老师给我很大的奖的意思吧？那么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哦，老师做的动作，큰상을 주다。不过这个是老师做的吧？주시다。주시었어요，큰상을 주셨어요，要这样说的哦。드리다是谦让语吧？주셨어요是对的。 第二是什么呢? 민수야, 叫人了。然后说, 교수님이 연구실로 서둘러 오시래. 看一下, 주의是老师, 교수님. 老师说让你急忙来研究室的意思。那么这个呢, 动作是什么?自己,这个民宿做的动作吧。오다 然后说这个后面呢，对老师的尊敬语，오라고하셔，오라고하셔，可以这么说的吧？第三是什么？ 우리 할아버지께서는 我的爷爷呢， 재산이 꽤 많으셨어요. 看一下吧，财产吧。 财产那爷爷的财产呢，也是属于爷爷的部分一部分。那么这个财产也是要尊敬的。其他呢，给많으셨어요，많다后面加시，然后表示过去的시었어요，많으셨어요是对的。第三是答案。第四是什么呢？ 혹시 시간이 계시면。 시간是时间吧，干嘛尊敬时间呢? 혹시 시간이 있으시면, 있으면, 시간이 있으면 저와 차 한잔 하시겠어요? 要不要跟我喝一杯茶？答案是第三。要记住， 할아버지是要尊敬的人，所以自己的爷爷的财产也要尊敬的，或者爷爷的手、爷爷的耳朵也要尊敬。 다음 22번 나는 우리 아버지야말로 가장 존경한다. 야말로, 이야말로 是什么呢? 简直的意思吧。那么我尊敬我的爸爸，干嘛放야말로呢? 아버지를 가장 존경한다. 是 아버지를 가장 존경한다的话，可以的。 第二是什么? 이번 달은 这个月呢? 저축은커녕 생활비도 모자라겠다. 니은 은커녕 뭐뭐는커녕 是什么呢? 不要说不说什么什么了不说储蓄了生活费也不够第二是答案第三 1년 동안 2년期间 서로 얼굴이나마 모르고 편지를 주고받았다. 看一下吧. 互相不知道，互相的脸，然后说交往书信了。那么这个连不知道，连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来往这个书信的意思吧。那么这里要放什么呢? 얼굴 조차 조차连什么什么也，我们学过了。얼굴조차 모르고 편지를 주고받았다. 第四, 看一下. 아무도 안 올 줄 알았는데, 리을 줄 알다. 我以为谁也不来。然后说呢, 선생님조차 와주셔서 다행입니다. 조차是什么? 리엔什么什么也刚才说过，那么선생님께서 와주셔서 다행입니다. 可以这么说吧。好，23看一下吧。 저 영화 배우는 那个电影演员呢? 영화를 무려 3편밖에 안 찍었다. 这个무려是对吗?看一下,안 찍었다.
是否定的意思吧？영화를안찍었다어那要这里要放什么呢？영화를오직세편밖에안찍었다或者단세편밖에안찍었다的话，看一下这个밖에，밖에是什么呢？哦，比自己的想象很小哦，还小的时候用的，可以说哦，这个整个文章呢，可以表达否定的意思，可以吧？第二是什么？어떻게된일인지不知道哦，怎么来着？怎么回事情？이번주에는좀처럼연락이온다看一下吧，좀처럼是什么？很小的意思吧。연락이온다，哦，是肯定了，肯定。那么再看一下，이번주에는哦，연락이온다，좀처럼是不行的。이번주에는연락이많이온다，哦，或者연락이온다也可以。연락이많이，这里放많이吧。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星期呢，这周呢，联系很多的意思。第三，말이너무빨라서，말이너무빠르다啊，说话说得很快，所以呢，도저히무슨말인지못알아듣겠다。도저히是什么？怎么也的意思吧？怎么也不能理解他说什么？答案是第三。第四是什么？민수씨는절대로그런무책임한행동을할사람이다。절대로是什么？绝对的意思吧。那要放绝对的话，这里要放什么呢？否定词。절대로그런무책임한행동을할사람이아니다。可以这么说的。要说他是那样的人的话，说什么呢？민수씨는그런무책임한행동을할사람이다。충분히，也可以放충분히了。再看一下，민수씨는충분히그런무책임한행동을할사람이다。他是那样的人，充分做那样的行动的人的意思。다음24번에서26번다음밑줄친부분과바꾸어쓸수있는것을고르십시오跟这个部分一样的意思我们一起找一下吧24이번금요일저녁에这个星期五晚上모임이있는거알죠知道有聚会吧참석할거예요要参加吗나说금요일에치과에도가야해서星期五呢要去牙科치과是牙科所以说看一下참석할지말지고민중이에요리을지리을지을지말지是什么呢要不要的意思要不要参加我现在想着看一下跟这个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참석할까말까리을까말까第一是答案要不要参加我现在考虑第二是什么참석하거나말거나뭐뭐거나말거나我没有关系参加不参加我没有关系这里可能要说하거나말거나상관없어요第三참석하든지말든지这个也是不管什么什么不管参加不参加我没有关系상관없어第四참석하는둥마는둥뭐뭐는둥마는둥是做的马马虎虎的意思那么答案是第一吧可以了25看一下25번서울에언제쯤도착해요언제쯤쯤表示什么呢大概的时间那么大概什么时候到首尔呢나说거의도착했어요几乎到了버스터미널에내리자마자
전화를 드릴게요. 버스 터미널 종점站, 이도 종점站, 마상게니 다전화바. 뭐뭐 자바자. 是一什么什么就的意思啊，看一下，第一 내리더라도 是让步吧，表示让步的，虽然的意思，虽然下车。第二是什么 내리는 대로，对，第二是答案 뭐뭐는 대로 是一什么什么就的意思。第三 내리는가 하면，哦，一般不说，没有这样的说法。第四 내리기는 하지만 下车是下车，不过什么什么的意思，答案是第二。 26看一下吧. 이 자전거의 가장 큰 특징이 뭐예요? 这个自行车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보시는 바와 같이, 像你看到的那样, 접어서 折叠, 휴대가 가능하다는 점입니다. 这样的一点, 휴대가 가능하다, 可以携带的这一部分是, 很大的特征. 的意思，看一下第一，보시다시피是答案，像你所看到的那样是보시다시피，보시는바와같이搭配来的，一起背一下吧。第二是什么呢？보시는이만큼，没有这样的说法。보실것같기에，我觉得你好像要看。第四是什么呢？ 보시기에 따라서, 뭐뭐에 따라서, 按照的意思吧，按照你看法，按照看法的意思。答案是第一， 보시다시피, 보시는 바와 같이, 很常用的。 다음 27번, 28번. 다음 글을 읽고 물음에 답하십시오. 看一下, 가, 그동안 눈, 비가 너무 많이 와, 너무 안 와서. 지금 문제가 많대요. 这一段时间不下雨，不下雪，不下雨，所以呢有很多事情发生很多问题了。어떤 지역은 요이가 地区呢 물이 부족해서 생활이 불가능할 정도래요. 물이 부족하다, 水不足，所以생활이 불가능해요，不能生活这样的程度地步了。第啊，나说呢？ 일기예보를 보면 看天气预报 기억 가뭄이 계속될 것 같은데 가뭄是什么旱灾旱灾持续 정말 걱정이네요 很担心 기억我们看一下吧 알맞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모처럼是什么呢 特意，特意。那第二，도리어是什么呢？倒的意思吧，转换。第三是什么呢？차라리，宁可，宁可。第四，당분간，당분간是眼下的意思。那么，당분간가뭄이계속될것같은데，眼下持续着这样的情况。第四是答案吧。继续看一下。다음 28번，看一下看。 지금처럼 像现在一样 물을 什么什么 把水什么什么 然后说 앞으로 더 큰 어려움을 겪을 수도 있으니 能经受更多的困难那么看一下继续 평소에 아껴 쓰는 생활 습관을 길러야겠어요 要培养 기르다 是培养的意思 要培养 平时节省的习惯看一下这个 니은 要放什么呢 낭비하길래 像这样 물을 낭비하다 길래是什么呢 原因吧 因为浪费水第二是什么呢 낭비하다가는 浪费下去 第二是答案吧第三 낭비한 셈 치고 니은 셈 치고 은 셈 치고是什么呢 当做什么什么推测的时候用当做什么什么当做浪费然后说要怎么样的 第四, 낭비하다 보니까 浪费了,浪费了,才发现,那个时候才发现的意思。第二,낭비하다가는是答案吧? 다음 29번에서 30번 다음을 읽고 물음에 답하십시오. 큰 컵에 든 음료수를 편안하게 마실 수 있게 해주는
주름 빨대가 있다. 중요的是这个 주름 빨대가 있다. 요조저吸管那么这个前面的都是修饰这个吸管的吧什么吸管呢看一下 뭐뭐게 해주다. 让我们,使我们, 큰 컵에 든 음료수를 편하게 마시다. 很方便的可以喝大杯子里面的饮料让我们很方便的喝大杯子里面的饮料的周周着吸管有这样的吸管的意思继续看一下 이것은, 这个是, 한 어머니가 요이거 마마 자신의 아픈 아이가 누워서도 편하게 물을 마시게 할 방법이 없을까 하고 몸을 만들어지게 되었다. 왜什么有这样的吸管呢?看一下,有一个 마마 括号里面的动词是 고민하다,是吧? 苦恼的意思,有一个妈妈苦恼,苦恼的内容是这个, 자신의 아픈 아이가 自己, 有妈妈,有一个妈妈的,有病的孩子, 누워서도,虽然躺着, 不过, 편하게 물을 마시게 할 방법이 없을까? 有没有方法? 躺着,方便的喝水的方法? 없을까 하고 看一下 고민하던 탓에 因为 苦恼 第二 고민하던 끝에 통과这样的苦恼 答案是第二吧 第三是什么呢 고민하는 대신에 替苦恼 第四 고민하는 반면에 苦恼的反面的意思 相反的内容 答案是第二 만들어지게 되었다 30번, 이처럼, 像这个一样. 지금 우리가 사용하고 있는 많은 물건들은 现在我们使用的,正在使用的很多东西呢? 생활 속의 불편함을 해결하기 위한 노력의 결과였다. 要解决生活中的不方便的努力的结果. 역시, 还是, 니은이라는 말이 맞는 것 같아. 还是这句话是对的看一下这个니은是什么呢第一 부모만한 자식은 없다 跟孩子相比没有父母父母很爱更爱孩子的意思 부모만한 자식이 없다第二是什么呢실패는 성공의 어머니 실패是什么失败吧中文也有这句话吧失败是成功之母第三是什么필요 需要是发明的发明之母是发明的原动力的意思是不是这个第三第三是答案是吧第四是什么 자식 이기는 부모 없다 이기다是赢的意思吧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父母跟孩子有不一样的意见了那么最后呢父母听孩子的话的意思 자식에게는 부모 없다. 到这里吧. 자, 토픽 16회 어휘와 문법 1번에서 30번까지였습니다. 수고하셨습니다.